西方政治犯习近平下台，中央民党主席高毅对习近平和他所谓的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大使蔡格的抗议信。习近平和小丑和他所谓的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大使蔡格，你的了听好。习近平是一个独裁皇帝，习近平是中共是独裁政府，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下，中共逮捕了大量的政治犯和良心犯，这充分的显示出来习近平和中共的反动。所谓的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大使蔡格也不过是小丑习近平反动帮凶罢了，哪来那么多头衔呢？小丑习近平驾崩之后呢，蔡格你这个反动派帮凶有可能也会想继位当习近平的新皇帝。我中共张习蔡格肯定也想当中共的新皇帝。那么我高毅作为中华和平民党主席，要求新中共的习法西和习近平小丑皇帝还有帮凶蔡格立刻释放中国大陆的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要求小丑习近平马上向他滚蛋，要求蔡格为中共逮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向全中国人民道歉，要求蔡格将该抗议信在12个小时之内告诉习近平本人。我们要求中国法西斯独裁政府向中华和平革命党交出政权，要求小丑习近平下台谢罪，要求中国法西斯帮凶蔡格立刻辞职中共中华和平革命党主席高毅。中华民国南京时间民国112年12月。录像的时候是12月啊，这个发表的时候是11月发表的。